你看刚刚约几点？就约现在啊，谁知道他跑哪里去？很夸张哎，习惯了啦，他就这样啊。李晨，你真的是迟到大王哎，特地来送你们还迟到。来了嘛，我刚去买姜母鸭，你要不要吃？不要，医生，你让他台北找我们哦，会很想你。对啊，到时候再说啦，去一趟台北要花很多钱哎，又不像你们两个有晴天私立。 我也是学贷，好不好？以后还要还的，像这一位真正有钱的饼店小开。但是我借你钱，你来台北念好了。白痴哦，我要靠我自己上台北，有钱了不起。钱配没亲，你早餐啊？不用啦，不要再怕吃不到哦。医生，那抱一下啦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嗯，你也是。走了啦，不要催我啦。 好啦，开心啦，拜拜。我羡慕他们，可以去台北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生活。